器登场，跨年演唱会线上版 A 咖嘉宾登场。周杰伦合体飙唱经典歌曲，一首接一首，跨年夜大惊喜，天团天王飙歌，线上粉丝全嗨翻。稍会带气氛，现场更透露新年新愿望。接下来我就要说的就是新年新愿望，就是跟五月天呢合作一首叫做 Friday 周五。那我们就是要说话要算话。五月天跨年演唱会线上版耗时4个月，砸5000万打造 XR 延展实境，视觉听觉享宴，11个小时内吸引超过173万人次观看，让粉丝们直呼好过瘾。记者林蛙翔于台北采访报道。